我得拿回血一下啊！昨天爸爸从外边一回来，然后就坐在这个椅子上面了。哎呦，我上来上不了。好了，就坐在这个椅子上面，然后玩游戏，然后妈妈就生气了，生气了就拿这个笤帚，就这个，妈妈给你，然后就拿这羞的。我拿这个打的他，是吧？干干干啥呀？不听话，不听话的羞你。啊我的那个仙妻哎，贤惠的很，特别贤惠，好意思，隔着还是大吃大喝我的呢。你们俩你看，不给你做番茄炒蛋了吗？啥？番茄炒蛋。你们家番茄炒蛋这样来着？番茄炒蛋吗？那金多都不吃。嗯。妈妈，你快给我！谁说我不吃？给你，给你，你看他咋吃？给你，哎，不吃啊，来，走走吃。这番茄多番茄，这蛋多蛋，多好吃！不吃吗？妈妈做的都是好吃。嗯